好，把行李推出来。哦，没关系。推出来，对，来，给爸爸。哎，先进去。来 ，wait wait wait， 跟妈咪说拜拜。拜拜，妈咪。妈咪。拜拜，妈咪。在那边。嗯，来。嗯。OK。拜拜。 这一次给他们两个人一起出来，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哦。其实我是有一点点兴奋的，也是有一点点担心，担心的是不知道去的地方是怎么样的，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适应。有跟他们讲说，我们可能会看一些动物啊，然后会有很棒的风景啊，然后住的地方也会很特别啊，让他们至少可以有一个。 感受说，哎，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怎么样的？兴奋是，当然，我觉得一个爸爸可以带两个小朋友一起来，一起花这么多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从头到尾24个小时，这样子两三天，我觉得从来都没试过，对，所以是蛮兴奋的那时候。我们现在要去 Airport 去机场 ，OK， 弟弟 ，You 爸爸跟姐姐。 好 ，OK， 我们去 China，OK，OK， 爸爸第一次带你们两个人出来哦，妈咪没有跟，怎么办啊 ？Do you miss 妈咪？嗯。Yes。Yes。哎呀，So can you sleep with 爸爸 at night? Make you sleep, OK？OK，我们去那边很好玩的。It's very fun, OK？我们可以看到很多。Yeah，我们去那边可以 play， 可以玩。 我们会看到很多animals， 你们要看什么 animals？ 你可以喂那个动物，可以的。你可以给他们吃东西，有鸡，鸡是什么？跟弟弟说，鸡是 chicken，OK？ 牛呢？牛是什么？跟弟弟说，弟弟不会。 cow 牛，去到那边你会有很多朋友，新的朋友。 You want？You never see 爸爸去哪？ 你要 make new friends or not? You want to meet new friends? You want? 哦，他们有时候说很兴奋，可是有时候又说不要去了。对，所以就是一种复杂的心情。然后你可能是年纪，有可能你年纪最大。 Maybe you are the oldest one. Mommy said I'm the oldest. How old are you? 7岁。 And then 其他妹妹可能才5岁还是6岁，所以你要照顾他们，知道吗？ 知不知道 ？Good job， 弟弟 say good job， say good job， 弟弟 say good job， good job。 Just now I ask 弟弟 to say good job and then he like that。 弟弟 good job， 弟弟 say good job， 哎。 OK， 等一下你们去到那边，你们要自己拿行李 ，OK？OK，Let's go。Wait， 等一下。Hey， What are you singing？ 你们在唱什么歌？还好，至少过了这一关。对啊。 Papa, I have a magic. See, I have a lollipop. Put it down on it. I got. Oh, 你会变魔术啊！是未来，爸爸明天又要去哪里？三次机会才输的不许耍赖。 爸爸和宝贝们的第一次旅行来到了福建省平潭县的东乡岛，这里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柔软细腻的沙滩，还有别具特色的石头厝建筑。老爸和萌娃们会在海岛的静谧时光中发生怎样的故事呢？三分天注定，村长，紧靠的边，哎哇塞，阿家。 大家好，大家好。
听不懂啊，听不懂。欢迎各位爸爸和宝贝们来到我们福建平潭的东翔岛，欢迎大家。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啊？还有的宝贝儿管我叫小村村，你们管我叫什么呀？村长。不错不错不错，很棒很棒。你们是不是也给我介绍一下，让我认识一下你们好不好？好。谁先来呀？好，你先。你叫什么名字？奶奶。奶奶啊，怎么一听到你的名字我就想起了林正叔叔他们家的 Kimi 啊。哎，宝贝儿你好，你真漂亮，能不能给我介绍你弟弟叫什么名字？嘿、hey,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叫什么？心怡。我不是心怡。啊，你好村长，我是吴尊。嗨，吴尊，我们欢迎吴尊爸爸。房子战战选，但是呢每一年都不同。我们每个家庭一组，一个爸爸带一个宝贝，然后往对方的口袋里边去放土豆，拼命的使劲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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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哪一个组抖出来的土豆最重，哪一个就可以优先的来选房子。然后为了公平起见的话，吴尊家呢就只能带我们四岁的 Max 好不好？那姐姐、内内还有萱萱，你们负责把他们抖出来的土豆拿出来装在筐子里，然后来称重，好不好 ？OK. Put the potato in the basket. OK. Later when the uncle like this boom boom boom, the potato come out, you have to go and take and put it there. OK. Put it. Put it here in the basket. OK. OK. OK.我本来是叫奶奶去玩的，可是奶奶不要，然后就叫他的儿子，我就有点担心了，因为我的儿子我知道说他可能就站在那边不会动，那果然真的是这样子。OK， you put inside， OK。二一，计时一分钟开始，自己拿走，好吧？加油！加油！ You put 来 ，you put quick， 快点。快点，弟弟，快点，自己放。呀，碰一下，碰一下，呀，快点。爸爸你。OK。加油加油。OK， 那来放一点进去。快点。啊，到了，这么快啊？我被整了啦！喂，你装错地方了吧？所以要现在让他出来吗？哎，我的天哪！爸爸很顽皮。开始。Jump,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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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
快点跳跳跳，时间到。3:95，看到他在那边一直看我，然后自己叫他跳，他也不跳，因为他平时是一个很爱跳的人。可是我觉得还是蛮可爱的。好，各位亲爱的爸爸和宝贝们，你们知不知道面前的这些石头是做什么用的？盖房子的。盖房子，给你们现盖是吧？我告诉大家，这些石头都是开门的钥匙。哎，我们在每个石头做的墙上会有一个洞，只有你把和这个洞一模一样的石头塞进去，这个房门才会打开。那刚才他这么辛苦的把这些土豆弄出来，也没有意义啊，太整了。就算你是第一名，然后你还要选那个石头，看那个哪个石头是哪一个房子，所以其实都没差。还是看运气，对，真的是看运气。可能我们之前当观众的时候会觉得说，哦，这个房子谁住哪个房子可能是塞好的，其实完全全部都是真实的。我要哪个？你要这个，弟弟这个好不好？不好，你要弟弟要哪一个？弟弟要这个。我要这个哦。好，剪刀石头布来。剪刀石头布。啊，弟弟输了，我跟你。来，剪刀石头布。好多土哎，确定？好了，现在我们的房子都已经选择完了，就请着大家拿着自己神奇的钥匙去找到自己的房子吧。祝你们好运气！往海那边走，希望我们的房子是在海边。海边，我们都往这边走啊。我也不知道哎，那我们先走吧。应该是在那边吧，希望是在那边吧。哎，Sorry，Sorry，星云，星云，奶奶，
走慢一点，走慢一点，哎，走慢一点啊，小心 ，Be careful， 弟弟。这目标是什么？一二三四五，那我是几号？我刚才是排第，这边有三间，我们来这边来，三号，四号、五号在下面，没有，我们在下面。慢一点，慢一点呐、啊，我就说了慢一点，痛吗？啊？慢慢来，弟弟 here 这边，四号、五号在哪里啊？四号，哎，那有个箭头。那有洞吗？这边这是一个特别小的洞，应该不是。哦，那应该不是了。四号，但是很像我的石头，哎，也很像我的石头啊，也很像你的，对对对对对。五号在哪里呢？哦，不是这个，哎，五号的。这是五号的，五号在哪里啊？你的五号，五号，五号样的，五号是你的，那四号呢？内诊的，说这是四号的，哦，这是四号的，那边还有一间哦，对，先休息一下，然后再研究这个问题，哎，对，先休息一下吧。你都坐在上面，爸爸，什么？我要找你哟。好的，我们去找，我们去找，来，我们去找。好，先说拜拜，拜拜，待会见。其实去到那个村子里，我们一开始进去，我们要找房子，对，然后大家也很紧张，自己的房子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这样子一路走下去，然后看了很多房子，就会觉得说，哦，这边的房子其实就是，就是，假如要住在里面，其实还是蛮辛苦的，对。那我跟他讲说，你看你们自己在文莱生活多好，是不是要好好珍惜？对，你看其他人他们住的地方是怎么样的，你自己看，一个房子里面就是一个床，然后那个床还是那一种硬硬的，对，然后一个电风扇在墙壁这样子，所以我说你们很幸福了，对，所以我希望他以后长大看了，他也会提醒他，其实自己很幸福了。是这边吗？一号，哎，那边有个洞，哎，奶奶，那边有个洞。是不是那个洞？有一点像哦。哎，来，赶快看房间，好紧张哦。要不要看？要不要看我们的房间？要不要看？从这边上。呀，感觉还不错。我看。啊，请问房间，你也在这边了？啊，这是你的房间吗？我不知道，哎，不是我的房间吗？那我们房间呢？奇怪，这不是你们房间。奇怪，那我们房间在哪？这个是我的房间，我已经找到了。这你的房间？下面我已经插进去了。啊，真的假的？我也以为你上面还有一个路过来。真的假的？对，爸爸，这不是我们的房间。我以为你已经找到上面已经有石头插进来了。没有。那这是我房间吧？对不对？好吧，爸爸，好像是我的房间。那你要跟他们说拜拜。这个房间还不错，我希望你的房间更好，好不好？你有去旁边的还有什么吗？就是我去到那边陈小春的。啊，然后从那边我就走过来了。我们走过去的那个是杜江的，所以已经有人了。他已经拿到了，对。杜江是几号？四号。有一条路走到海边了。嗯，对，那边是五号。可是你说我们遇到的那个地方，再走下去，走到后面，那下面还有，那不是已经是一个是杜江的，然后他还有一个五号，我们找不到那个房子。那休息一下咯，还是你休息一下，来喝水，来，这边有水，来。你说水啊，来，水给你，他从那边给你，好不好？好不好？这样子，好笑。哦，你觉得这样给你很好笑？好，那喝点水。你那边的，可能你房子在那边更棒，就是在海边。好，拜拜，谢谢。好，拜拜。拜拜。我们就从那上去。拜拜。OK， 拜拜。好，拜拜。我家是很干净的，是白色的。OK。好，拜拜。跟他说明天去你家玩。我们家里本来家里就是白色的。
门哦。好，明天去你家玩好不好？好。像小帕福，我觉得他第一个印象就是奶奶会想要跟他玩。对，因为奶奶他比较想要跟女生玩。那我也没猜错，因为之后他也会说哦，我想要去小帕福的家去那边玩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以后可能会就是越走越近这样子。很帅，上来呀，上来比较凉快，来，对，刚才你走过，我们住的地方会有一点点特别。我觉得这块比较特别，就是看起来比较干干净净的。爸爸，这个石应该是什么特别的石？渔夫说他是要带我回家的。哦，真的、哦？我问他，他说他要坐船走。我说还要坐船，他说对。哇塞！先坐吧。你的房间在哪里？我们要坐船去啊，会有水的地方。停在水那边。哇，你在家，你在水上面。欢迎你们，如果有空想来我们家的话，只是要坐船。他说我，他说我晚上洗澡的时候，把他们带过去，我先洗澡，洗澡又去那边把他们带回来。去再回来，大概就要再洗一次。你肚子饿吗？饿啊饿，来大家一起吃。要吃饼干吗？弟弟，谁要吃饼干？弟弟小的 ，You want water？哦、oh, ，Good boy， 啊，来给水，给妹，给姐姐，谢谢 ，Thank you， 那你给，你要饼干吗？要不要饼干？饼干要不要？你可以给弟弟稍微大一点点。啊，这个给爸爸。对，来，姐给你大一点的，会大一点，还有再大的，有最长的，那就是这个喽，还有一个更长的，这个喽，对，这个给我。又有一个给，来给那个姐姐。This my sister. OK. 姐姐，姐姐呀，给爸爸一个。爸爸，看我嘴巴里面。阿爸，阿爸，阿爸爸的，It's so sweet. 来，坐在这边，躺在这边，来，可以躺。You know I will choose. 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My sister fall down, I just the next one, I fall down. 你说什么啊你？啊弟弟不会讲中文。Do you speak Chinese? 泡芙，那你跟弟弟讲英文好了。他可以说昏倒。昏倒。We want to make 爸爸昏倒。坏蛋，顽皮。弟弟好顽皮的。我们要你昏倒。OK。你站在这，你站太久，你手就会很酸哦。没办法，太热了。你看弟弟都流汗流得这样子了。你手会很酸哦。你手会很酸。对，还好我跟你爸爸一样有健身，所以我们不会酸。对，我们是超人。我也是妇女超人。哎呀。哎呀，厉害！这窗户，OK。Thank you. Take a drink of water. 再给。OK. I'm from France. 他是读全面语学校。Is this also? 好不好？那很好。He broke his finger.You have to drink, Didi. No, you that one and you and DJ and me share. Thank you. Oh, okay, okay.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Okay. 来，我们休息了，休息了。来，嘿嘿嘿，爸爸要换衣服。来，爸爸换衣服。我换衣服了。Okay.你说我要穿衣服 ，and then the camera will go there。我要穿衣服哦。你看，他就不看你了。你有吗？没有，你骗他的。我骗你。转回来，你说。转回来。听你的话。It's a magic camera. Papa, who's moving the camera? 两个，有一个叔叔在里面。叔叔在哪里？那个叔叔在哪里？叔叔在那边控制那个。看我的爸爸！天哪，爸爸！还有我的爸爸，看我！
Magic, right? Magic. How did it do that? 魔术。看我房间。房间。看我房间。对。看我的爸爸。看我。看我的弟弟。弟弟在哪里？Hello, Adi da Mingalina, Adi da Mingalina, Adi da Mingalina. 起床了，起床了。好了，接下来各位宝贝们，我们今天下午呢，就是让老爸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美丽的大海。接下来。我们要公布一下一会儿比赛的方式，我们每一个老爸有一个腰子桶，所有的爸爸们都到腰子桶那里去，然后划船到那边去钓名牌，每一个桶里边会有一个名牌，然后里边是不同食物的名称，钓到之后要大声地告诉宝贝是什么，宝贝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把食材拿出来，然后我们今天钓多少就吃多少，钓到什么就吃什么。所有的人，3、2、1，出发！好难控制耶，怎么我会转到这样子啊？没有看到我要吃的。海带 seaw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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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seaweed 海带海带土豆土豆 potato 土豆 potato 土豆萝卜，螃蟹，因为那个游戏其实不容易，对啊，我们要划那个船很累，然后又要钓那个好像钓鱼竿来钓那个食物，对，然后又怕找不到我要找的东西，我一直要找鸡蛋、鸡腿跟鸡翅，找不到，所以到最后。还是蛮可怜的，就拿到土豆跟胡萝卜。好了，所有的老爸请上岸，我们现在比赛结束。你们要不要吃 carrot？ 要不要吃胡萝卜？弟弟 ，stop throwing things down。弟弟。Ouch！ 嘿，弟弟。不可以啊 ！I put mud on my hair. 来来来，你来坐这边，坐这边，你来坐这边，来，坐这边。啊！不可以。刚才我看到几个警察、啊、在这边。奶奶、嗯，你今天拿到的东西，你最想吃的是什么？胡萝卜。胡萝卜。还有嘞？没有。没有吗？没有东西你想吃的，我们没拿到的没有哦。哦，有。什么？什么东西？鸡蛋。哦，鸡蛋，你跟爸爸一样，爸爸也是很想吃鸡蛋，你知道吗？那你，爸爸也想吃，你要不要去跟我们的邻居拿鸡蛋？要不要？要。要吗？要。要哦。那你可以，你要拿几个鸡蛋？你一个，我一个，弟弟一个，好不好？好不好？ Do you want egg? Egg? Yeah. OK.
OK。那你们去拿，去拿，去跟我们的邻居。爸爸，晚安。OK， 去拿，你们去拿。那叫他们要抓住他们哦，要小心哦。啊、对，那边的路很危险。Three. Whoa.没有了。给我三个鸡蛋吗？必须啦，你一个呀，哥哥啊！你一个，我一个，弟弟一个，好不好？你为什么要鸡蛋啊？因为我们要做饭。你要几个鸡蛋啊？三个。为什么要三个鸡蛋啊？因为有三个人。哪三个人啊？爸爸，他跟我。哦，那我再去拿，再拿两个给你，是不是啊？谢谢，不用谢。Hold this one. 那你们回去小心点啊！拜拜，拜拜，拜拜。他们是去哪里啊？怎么这么久？奶奶他们有去那边吗？没有哦，没有，在那边哦。Slipper. 哎，有吗？有。喂，很棒，真的。有，你在放的阿妈。谁给你？阿妈给你哦。阿妈给你吗？你在放的 baby 阿妈。哦，你们喜欢吃蛋吗？你们要吃蛋吗？要不要？要。要哦。要。你们要吃怎么样的蛋？你们要吃一粒的蛋，一颗的蛋，还是要？打碎他的，打碎他的。好，你们跟谁拿的？阿妈给你哦。哦，很棒，很棒，很棒。我要去里面。你们要去里面吗？还是你们要坐在这边看爸爸？要不要？不要。不要。要。要吗？要。要就坐在这边来。要不要坐在这边看爸爸煮？来，你们小心。姐姐给哭。没有，姐姐没有哭，这个很烫哦。来，你们不要在这边玩，你们去那边坐。来，爸爸给你们在那边坐。来，来，爸爸拿这个走。Did you cook this already? No, no, no. 这个是咸鱼，不知道是谁的。来，你们可以坐在这边。很危险啊，不可以。什么？哎呀，你们现在想要妈咪啦？嗯。I want mommy. 爸爸。你要妈咪，爸爸。你们要妈咪哦？为什么要妈咪？为什么 ？Why？ 因为它有糖果。哎呀，因为它有糖果。糖果。这边没有糖果，所以你不开心哦。我要糖果。你要糖果。我要糖果。没有糖果。那妈咪如果没有糖果呢？我要。那你要不要去找妈咪？不要。不要。它有我的巧克力跟糖果。你为什么一直学姐姐？啊？姐姐说什么，你也说什么？啊？What you copy, 姐姐 You are so funny. 爸爸 what's that? I don't want to eat it. 等一下，等一下 ，OK? It doesn't really smell good. 等一下，好吃的，我们看滚了没？奶奶那边有没有碗？大的碗？有。Yeah, 有吗？你有拿给我。Which one do you want? 哦，我要这个大的。这个、对对对。
来，下来吃蛋了，来。奶奶，拿碗过来，碗。碗是什么 ？Bowl。OK， 什么碗？嗯。OK。How many？ 爸爸。OK， 这个是饭。How many？ 啊 ，two。OK， 来来来，吃饭。我觉得，因为 我也没有真正的这样子三个人一起煮东西给他们吃，对，然后在那种环境，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说实在的，当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家人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吃的东西好吃不好吃都不无所谓了，只要大家可以安安静静在那边三个人一起吃饭，希望他们可以吃得饱，那已经是非常满足了，对啊。来给爸爸，很重。来给爸爸，嗯，来。奶奶，哎，奶奶坐这边，弟弟坐这边。来，弟弟，来坐这边。I want to go get something from the room. 你要拿什么？你要拿什么 ？I want to go myself. 你自己过去。爸爸，你自己过去，真的吗？真的。你要拿什么？I saw something. 地上去拿什么啊，弟弟？我看。那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弟弟，哎呀，拿风扇。哎呀。这个弟弟啊。弟弟好热哦。弟弟好热哦。啊。哦，你没有拿给我。弟弟，吃饭不能动。弟弟，弟弟。坐下来，坐下来吃饭。我喜欢你。坐下来吃饭，弟弟，你要哪一个蛋？你要这种蛋吗？来，先弄。You want 爸爸 angry？ 你要爸爸生气是不是？是不是？坐下来。是。You want this egg？ 先敲一下。好漂亮哦。Can I see？ 哦。很烫，烫烫。Hot。来，蛋里面。很烫。这是什么？来，对，来，不贴，这边放这边。你要什么 ？The egg with the white one. OK， 这样子吗？我看看不到，是有点烫。Can I smell the egg? 来来来。How does it smell like? I never smelled egg like that before. 放回去。来来，我拿给你，我拿给你。来，你们假如吃完，我给你们吃糖果。你没有糖果。我有。在哪里？不跟你讲。在哪里？你要吗？那你就吃多一点。要不要吃虾？吃吃看。不要。你要吃虾吗 ？Pro。要。OK， 要要。哎，来，拿弟弟吃蛋，来，我也有，来，你先吃蛋，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很危险。来来来，来 ，What's that？ 鸡蛋，哎 ，OK， 来，爸爸，我要找妈咪。你为什么要找妈咪？因为它有我的糖果跟巧克力，我要糖果。要吗？我有，你先吃，没有，先吃。等一下，我给你甜点。我有，我有，要不要？要不要？来，等一下。爸爸要你吃这个鸡蛋，因为我们明天要玩游戏，我们要 muscle。OK。我要鸡蛋就变。那你先吃这个。不要。OK， 那今晚你自己睡，我不要跟你睡了。你要不要吃？要。弟弟，那吃这鸡蛋。OK， 这个是像姐姐的，我吃一点。我不要。不要，你不要，那我今晚不跟你睡。I don't sleep with you tonight。要。OK。喝水啊，你们学姐姐，姐姐也喝水。OK， 今晚要不要自己睡？不要。不要。那就吃，像姐姐这样。不要。那就吃。不要。那你自己睡。不要。你一直不要不要，你明白我说什么吗？要。OK， 要呢。
OK， 喝水。爸爸很顽皮，爸爸很顽皮。Thank you。其实奶奶有偷偷跟我讲，爸爸，你做的这套菜其实不是很好吃，我逼我自己吃。他还偷偷小小声跟我讲，对，然后我看到了，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还蛮懂事的，对，因为他知道说我很想要他们吃多一点，对，然后他说我平时都不喜欢吃胡萝卜的，对，那可是我还是逼自己吃了。他讲，父母的都是希望说他们懂事嘛，对，那他那时候跟我讲那句话，我也吓到了，对，他为什么会讲这种话？对，可是还是很感恩的，他会讲这种话，对啊。你要打给妈咪吗？ Yeah. 你说我要打给妈咪。FaceTime。Hello。好啊。你要跟妈咪说吗？妈咪。Yes。有吗？有。跟妈咪说有新朋友。有。嗯。你喜欢吗？啊、yeah. oh, yeah. 哦。Yeah。好，我喜欢。妹妹在哪里？Here。阿爸咪。来，跟妈咪说话。妹妹，你要睡觉了吗？要睡觉了没？要。要睡觉了。不要。累吗？凯恩，累吗？累吗？不累哦。可是要睡觉了，因为今天一整天在玩。你想妈咪吗？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们想妈咪啊？你爱妈咪吗？爱。你爱吗？爱啊。OK。我们还有几天就会见到妈咪了，知道吗？嗯，可以，妈咪听得到，妈咪听得到。你要跟妈咪说什么？你要跟妈咪说什么？嗯。你要跟妈咪说什么？你爱妈咪吗？爱。哦，爱。哦，这个不是视频，这个不是视频，妈咪看不到。OK， 妈咪 cannot see。哎 ，OK， 跟妈咪说你要睡觉了。I just told 妈咪。嗯，跟妈咪说 want to sleep already。OK。明天还要玩，知道吗？ I want to sleep。妹妹 sweet dreams， 妹妹。OK。跟妈咪说 sweet dreams。Sweet dreams。I love you. I love to sleep dreams. Okay, say bye bye. Good night. Good night, bye bye. Kiss, kiss. Okay. 你们今天交新的朋友开心吗？明天你还要跟其他朋友玩吗？要不要？要。喜欢吗？我们明天再继续玩好不好？你最喜欢那个土豆在衣服里面的，还是你比较喜欢那个我们在海上玩的？在海上，我们不是有那个船，然后要拿那个鱼啊。你喜欢那个吗？你最喜欢哪一个啊？很累的，我看你们，好吧，那我们睡觉吧。那我们要不要叫导演关灯？说关灯。关灯。说大家辛苦了。Louder， 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Say bye bye， bye bye to 导演。Say 晚安 ，good night。Say good night。Say bye bye。Good night。OK。他们聊了什么？好像是聊了妈妈问他们今天怎么样啊，开不开心啊？他们说他们还蛮开心的。对，我听到了，我也比较心安一点。对，对，我觉得他们还是懂事的。对，然后跟他们讲的时候，他跟妈妈说 OK 啊，晚安啊，爱你啊，然后。还是很开心的挂电话，对。爸爸，我们救援可以去哪呀？去到比月亮和太阳还远的地方哦。那我们可以去未来吗？可以，马上就去，跑就去。我的家里有一个人酷，三头六臂的小木屋。我有一天，他比冬天还要严肃，有太皮的狼，我笑哭。谢谢你光顾我的小怪物，你是我写过最美的情书。春天的蘑菇，秋日的原露，
愿你一年长出幸福。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我身上的春天天气好吗？宝贝宝贝，我遗憾留加倍，快问问银河护卫队。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太空里已经开出了鲜花。宝贝宝贝，时光机的魔法在未来等着你长大。嘿，我的老爸说这几帅炸。谁说的？被老妈这是上个呀。如果这是第一次当你的老爸，我们的心情都有点复杂，偶尔搞糟了你想想办法，我们是那么晚的一家。